兄弟们加油。是吗？那你一进来都不知道是我。你看人家一进来就知道是我，你都不知道。是吧 ？OK OK， 那我这把玩一些我最近比较熟练的英雄猴。嗯，搬了。我还是跟你玩那个白衣小姐来的，然后再慢慢的好看。是吗？啊，你是刚才的谁？我是三楼。你是刚才说我名字很呆的那个吗？不是不是。没事，你是的话也无所谓。我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！啊，我们的阵容挺好，我的宝。看来压力来了，兄弟们。这个阵容怎么这么多法师啊？大仙，我第一次偶遇到你，可以可以，开始展现你的所学。好吧，他看了我应该很久的貂蝉，等腰三角应该明白吧？让我知道一下，看了这么久的直播，嗯，别，太激动了，理解。理解，兄弟们，比较激动啊，毕竟大家给的压力，好吧。别炸了。牛。他们谁打野来着？谁打野来着？老虎。敢欺负我们的粉丝，我这个能忍。直接拿你。怎么说？现在安静拿蓝，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哇，这个老虎一跳跳好远呢。把他吓走了。他有干扰吗？哎，他有干扰，兄弟们，我的问题啊。我不知道他有干扰，我很急了。好好，再关爱一下我们下路同学，兄弟们。这个时候不要打野了，不然会沉迷打野。一旦沉迷打野，就难以 carry 全场。
我需要一个回家的机票。沉着冷静，这把我需要 C， 兄弟们。我的蓝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蓝。大招咬我！哦，嗜血闪现，完了，兄弟，我有点叫不过来了。带个辅助有点难打，别紧张，好吧。别紧张，这不有我在吗？啊，随便送。今天让你碰到我，就是让你在上路躺着，看我嘎嘎乱杀。来，跟我一起进他们家野。Nice， 兄弟们，打得好。可以啊，这米莱迪好能拆啊。去上路了我。来，把他大招骗出来，往我这边跑，往我这跑。好，这个炮车，你十三岁之前，这个龙，我，好，那你现在多大？现在几岁了？你现在就十三。十三岁。打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兄弟们。他十三岁。待会儿会不会强制下线？我六七岁就看你吃播，真的假的呀？你开个麦让我听听你声音，不然我不相信。真的吗？你六七岁就看我直播？对，可以可以，这么牛，你等下真的不会被强制下线了吗？大虽然我23岁，女单身，可以。进野区，进野区。六六六，兄弟们！有人帮他人脸了，这什么操作？早起，八人投了我。肯定不是十三的，听不出来。那他声音我听不出来，我有点音痴，兄弟们。除非特别明显，不然我也听不出来。
我刚跟我朋友炫耀完。蓝带。来来来来来。来。请求集合。真是烦，等会要发个名称。炫耀一下。这是米莱迪说话呀，兄弟们。米莱迪岂止可敢推塔去了？大乔链子是加移速的呀，他跟别人站一起，他就有移速加成啊。呀！我这刮着可以闪现空啊，大哥！太假了吧！不是吧，大哥，我这大上去，他闪现可以把我普攻给堵了，有点奇怪呀、啊，这一波兄弟们，这一波应该是我的问题吧？嗯。他们带我赢了呀，好兄弟们。为什么要大刀起手？我感觉那个人那个装备肯定是我大刀起手直接秒了。你说那种一二技能起手 A 一下给大招，然后拉回来刮我也会呀，是吧？刚才杀那个孙膑就那样的，有时候懒了就直接想一三自己人秒人算了。沉默我了，不然我刚才大招，哇，我刚才大招直接在里面刮，直接起飞了呀！可恶啊！我刚才那个位置很好吧？一看就三杀的位置，可以可以，这姑娘带我飞了呀！这难进场，到处乱刮就行了，这也不需要什么操作，站在那里 A 就行了。平推了呀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